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第三份礼物，后续彩蛋原神活动，彩糖与蔷薇的幻色送活动剧情记录 10.27 已更完。好，现在要开始找彩蛋了，彩蛋找完就开始搞这个玩意儿了，要开始搞个活人游戏了。彩蛋的话，这里应该会有彩蛋吧？这都带你聚会了，总不可能一个没有吧？那蓝萨卡和丝路莎，这位绿墩墩，我有问题想问你。这位绿墩墩，直接就叫绿墩墩了。蓝萨卡，绿墩墩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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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啦啦啊啊！他好，主要我们不点他，他会一直这么唱是吧？吾懂花灵，仅是忽悠甘露花海，就已分身乏术。坐待雨林，你们又是如何守护长达百年的呢？保温起。你不是娜拉，是只又红又弱的小鸟，你想吃东西吗？各问各的是吧？牛头不对马嘴。小鸟，我们是花灵，平时住在甘露花海。甘露花海是小红鸟的恒纳兰呢，是小红鸟的家吗？完了什么？总觉得对话重点被我那个的岔开了。南纳兰纳吗？看一下，这个好像是那个剧情是吧？南纳兰纳，我一直叫的恒纳兰纳吗？小红鸟不坏，可以来兰纳兰纳做客啊！兰萨卡给你些好吃的啊啊啊！我们一起念兰迪拉尼，一起找暴藏。完了，我去询问嘛，我不知道这兰迪拉尼是啥的，暴藏是啥，但我好像记起来这个兰萨卡是谁了，好像是那个做美食的那个四兄妹。那个数个家伙的一起的那个家伙，好像记起来了。好的。是我太久没出花海了吗？都听不懂外面的话了。那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啊。不，是兰纳罗太久没有出很耐兰纳了。他们两个找不到耶，帕迪桑兰给扫了。这里有帕迪桑兰，千万别乱动这里的植物啊。这里应该就只有他们两个了吧，其他的应该都回去了。咱们是这边看一下那个可怜的莱伊拉还在不在那里。莱伊拉连续两天都在那里啊，火焰石。还在看他的蓝色身影。小七盛情哦。都不分蓝衣啦。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，是和星空不同的盛情啊。是你啊。和你见面后他干劲十足。甚至一次也没梦游，总算赶在花神诞日前完成了论文，一提交完就累得睡了过去。我记得以前是不是有个欢迎莱伊拉的，我动冲莱伊拉的是去，也是去沙漠，是研究什么东西。
我看到他在论文最后的致谢里写了这样一段话：星星间的相互作用，有时会对对方产生强大的助力，甚至改变行进的轨道。若从占星学的角度类比，人与人的交往也是如此。以笔者为例，遇到同频之人，也许就能造就奇迹。至于我吗？我会负责把这幅景象记录成画片，放去他的书桌上。然后还有的话，胆兵之前也是连续在那里站了两天了，这次看还在不在？那你应该尝试回宫。胆兵也是之前站了两次了。可不，会通可以传到上面来吧？传下面。哟，这是换塞索斯了，沙漠两兄弟都来找上啊，真是麻烦，真是麻烦。喂，萧灵院的大家专门邀请你去参加学术派对，你怎么都不露个脸呢？这个是自来熟是吧？我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值得被邀请的事，那种聒噪的地方不适合我。得了吧，就连我这个不在教灵院的人都知道，你在历史批评和实证研究这两个专业圈子里小有名气。历史批评，实证研究。他们说，你为这次的论文提供了许多重要线索与灵感，是个大功臣。这次进攻派对有你一半的功劳呢。是我记错了吗？你那地方叫缄默之殿，还是续锅之殿？你就别拐着弯子嫌我唠叨了，就算你不过去，派对上的大家恐怕不久后就会来找你了。你告诉了他们我在这里。没，这一点缄默还是有的，他们只是见我和你比较熟，托我来找你而已。塞索斯和伞兵比较熟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怎么没印象了？啥时候熟的？就算是赛洛传承这窝囊里面，也不可能，他们两个也不可能相遇啊！哎，麻烦死了，带路吧，麻烦死了。他们两个是什么事？你想，原来藏在这里呀、原来藏在这里。他们两个是怎么熟在一起的呀？让我看一下。阿如春。肯定是在不在？我也能坐下吗？哇，我坐不了，他们有一个座位，但为什么坐下就不能聊天了？可恶。大家的欢笑声仍在耳边。旅行者，风沙没有吹进你的衣袖里吧？快请在我身旁坐下。坎蒂斯是在，我在练习一首古老的曲子，我喜欢它曼妙的旋律，尽管它真正的结尾已在黄沙中遗失。这背景乐不会就是你弹的吧？过往我所做的是重复演奏我能记住的段落一遍，然后再来一遍，但今夜我就试图用我的理解为它附上一个合适的结尾。或许是热闹的花神淡季让心境发生了些许改变吧。我想有些故事适合被继续书写下去。
有些记忆即使模糊也不会改变其珍贵的本质。旅行者，风沙没有吹进你的衣袖里吧？快请在我身旁坐下。听起来我们的花枝骑士仍有些意犹未尽。确实，阿如春离不开我，而我也离不开他。我很荣幸能与大家共度一段愉快的节日时光，但回归生活本身并不是件需要落寞的事。不会是活弄送坎蒂斯哦，他那个彩蛋还多一点。打起精神，笑一笑吧。看看天边的云，你就会明白，明天也一定会是个晴朗的好日子。什么？那这么电源？啊，那确实很勤劳啊。旅行者，风沙没有吹进你的衣袖里吧？好像快醒在我身旁的柯莱一样，没有这个整个没有看到柯莱的彩蛋。柯莱，哦，还迪西亚也没有，海哥也没有，这三个人，对，就这三个人没有彩蛋。人家多内起码剧情结束之后，你还能听一下新声，柯莱、迪西亚，还有海哥他们新声都听不到。嗯，便节日的欢笑。一直留存在你我心中。南纳罗那边不用看，南纳罗平时那些南纳罗也不会在原地等我们的。那花生还在吗？花生好像不在了，那花生的标都没了。哦，还在，不在了，花生灯的标没了。哎，新三宫，哦，哎，我能拿小草绳看小草绳吗？全都看见了，看不到啊，草绳看不了草绳。这就是超神吧，这就是神嘛，哦，可不会掉桃木啊。来拍张照，把那人挡住。果然要亲眼去看才能感受到世界的美。这个人我能把中间的人劈掉吗？我操，挡住，刚好这样就能把两个侍卫刚好都挡住了。右边有个侍卫，但又不是面对镜头了。我要面对镜头，等一下。这样，哎呀，这样就会看啊，我显懒一点，显懒一点啊，对对对对。把后面那些人都别挡住。耶，你怎么做秋千了？完了，他做秋千人就挡不住了，不许做。让我拍一张就好，拍一张啊，把人挡住，利用他的头把人挡住 OK。 但是我有点偏了，要过来一点。不知道干什么的话，对，要不，哎，听话，我带你去转转呀。你回来找我了呀？这块早烟蜜糖，我们一起分着吃吧。早烟蜜糖，是在等我吗？哎呀，这次轮到我的心事被你看穿了。没有，根本看不穿。没有留下遗憾吧？当然了。我度过了一个特别棒的生日，就像一只来到了谷仓的小鸟，被所有人的善意和温暖围绕着。不论是远道而来的花灵兰纳罗，还是我亲爱的朋友们，我都已经感谢过大家了。
不过我注意到了，你果然还有什么事在瞒着我吧？有吗？没关系的，不用紧张。既然你想要让他成为秘密，那我一定会相信你的判断。哎，霸气书王永远是一把刀啊！你可是我的花之骑士啊！你回来找我了呀？这块枣叶蜜糖，我们一起分着吃吧。哎呀，这次轮到我的心事被你看穿了。当然，回想起来，每道菜肴都有令人惊喜的风味，就像不打开盒子就猜不中结果的雅尔达糖果那样。吗？雅尔达糖果？哦，那个糖字骑士之前分发给小朋友那个糖果是吧？雅尔达糖果。但我那时的心思却不在食物上，总觉得光看大家脸上的笑容就足以填饱肚子了。令我们幸福的不是盛宴，而是氛围本身吧。你回来找我了呀？这块枣叶蜜糖，我们一起分着吃吧。哎呀，这次轮到我的心事被你看穿了，先不聊了。好，说不定哪天的梦里，我就会来找你玩咯。好啊，请务必来找我玩。应该没彩蛋。那三个人就我之前说三人估计找都找不到，之后找到了再看吧。然后是